Hello，大家好，我大师，好啦，我正要录天地劫了啦，一堆人叫我录天地劫，之前录还生劫没什么人看，一直叫我录天地劫、神魔、至尊传，奇怪你们这些人，好啦，录啦录啦录啦都录啦，好，新章初始啦。这夜河开夜痴吗？夜痴夜吃灭亡鸟吃，太难对付了，大家一拥而上，合力打倒他。好危险！如果再出来几次的话，我们一定应付不来。第一河大师兄应该快到了吧？都是些不中用的东西，区区夜痴就弄成这个样子，叫我天玄门日后如何见人？爹，大师兄，你们来了。师父请息怒，师弟们临沂经验太浅，这也不能全怪他们。依这情势看来，洞内可能还有一些夜痴旁聚，即使以为还是先让小师妹和师弟们撤出洞外比较妥当。也好。看来三大弟子之中，就你的武力还不能派上用场。好，平儿留在这里，林儿和剩下的都赶快给我出去。爹，大师兄，你们要小心哦。你放心吧。师父，洞穴深处有一声。又来了吗？师父，请让徒儿上前料阵。那你自己小心吧，战阵之中，我可未必顾得了你。是，弟子会小心的。我很怕玩这个会很累个，因为毕竟这游戏太久了，相容性的问题啊。OK， 现在可以成长吗？我记得可以，这个。
为什么觉得顿顿的、啊？有，我真的觉得顿顿的。是，好，好。然后这一关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一定要打败一只那个夜痴，由主角打败，因为拿到一个，哎，怎么速度好慢？哎，速度好慢哦。因为拿到一个道具啊，那个叫碎石吧，还是对石？太慢了吧，这速度。Go go。要想办法把这个速度调快一点，太慢了。战斗方面还好，不会蹲。哎、欸，也会炖哎、欸，那我还是得调一下。那怎么调呢？好，好炖哦，是我电脑问题吗？还是有开录影的关系？休息。我哩咧，他暴击我，他如果在一个夜池打我，我就死了。哇，真的打我，太过分了。第一关死掉其实不会怎么样啊，师傅，我对不起你。罢了，你且一旁休息去吧，这些小妖老夫还不放在眼里。好，我们快走吧，独挡。好，各位，重新来过，这次快多了。存个档，这个存档是指战阵的意思。战阵的话，就是指现在在打斗的画面叫战阵。玩这款游戏的缺点就是要花很多时间，你光走路啊，就要花一段时间。这个其实不适合现在的市场需求了，大家知道吗？你太花时间了，像多少人有那么多耐心啊？拜托，哇，防御，哦，顺多了，各位。然后这边很重要，这边的话一定要让夜痴先打主角一下。然后阴凤轮大叔再打夜痴一下，然后主角就收尾，就可以打到碎石了。所以这边比较重要，这个位置要站好，站这里。可是这个有点吃运气啊。好，被打一下，但最好的情况就是夜痴打主角，主角完全防御住，然后或者是主角暴气打夜痴一下。这是最好的状况。然后这时候阴凤轮要打上面那一只才有用，要不然主角受不了尾。啊，没用了。然后这时候就要躲夜痴了，躲掉吗？躲这里。哎，可是这样主角，我想想哦，啊，我有金双腰。先补一个，因为夜痴其实会打，想一下，会先打阴凤人，可是阴凤人行动还会主动出击的，没关系，我们先补血。这关没有时间限制啊，所以还好。可惜打不到。所以不应该在那里。没打到。如果你可以打到两个碎石最好了。我想一下哦。好，被打一下。
然后阴凤呢再打夜刺一下就可以了。这时候拜托，拜托阴凤人不要暴气打他，靠腰。呀，他暴气啊！那重来，好，重来。好，那我先重来了。然后原本阴凤人是站在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。然后我把阴剑皮放到这里，然后就发生一个离奇的事情了。就是夜刺先打阴凤人，那阴凤人走到这里打上面这只夜刺，帮他解决掉。也就是说，现在这个夜刺就24滴血，那我主角就可以收尾啦。Go！ 耶、yeah, ，收到一个，看能不能打到第二。只能打22滴，哇 ！GG。当我没讲啊，各位。好，这个时候因为主角只能打22滴，所以就看主角能不能暴气打他。有，啊，水啦！啊，运气就是这样来的，各位，得到睡死啊！赞赞赞！看能不能打到两个。如果他先打主角一下，我想想，好像不行。好了，反正我已经拿到一个了，无所谓。我可以先装备吗？好像不行，对不对？可以吧？啊，他会增加防御吗？还是攻击力？现在44吗？不会，它是增加一个属性。那这样把它伤害变高吗？应该是不会啊。看能不能再暴击一次。暴击啊！不但没暴击，还给我防御。我想拿到两颗哎。因为整个游戏只有第一关可以拿到碎石啊，碎石是合成炼化物品很重要的一个。我们再重来一次，如果再没有就算了。好，我们再试一次，看能不能暴击。阴剑平冲啊！没有。啊，好吧，没有就算了。啊，真的没有。好吧，至少我们拿到一个碎石就够了啦。但是如果两个碎石的话，一开始可以先制作一个很好的、很高的武器了。好，那我们过去行吧。不是天高地厚的妖魔，真是自寻死路。平儿，你在想些什么？弟子只是觉得奇怪，为何这些夜刺明知不敌，却仍然不顾性命的死守这洞窟？这还用得多费心神吗？敲这洞窟，遍地残骨，分明是遭妖魔毒手的百姓遗骸。此等毫无人性的入魔妖物，是行事岂有一般循规蹈矩可言？不过经你这么一说，我到底瞧一瞧到底有什么古怪。平儿，快随我进洞去。是。师父，这莫非是……原来不过是猎痴的孽种罢了。反正留着也只是危害世间。平儿，已经把他们除了。可是这些猎痴还如此幼小，弟子不能下手。妖魔之辈向来长鸣害人，何须同情？快动手！师父，弟子还是下不了手。
下不了手。你身为我座下的大弟子，将来要继任天玄门掌门之位，真可三恶不分。莫忘我天玄门向你除妖伏魔为己任，你如果不敢对妖魔下手，便没有资格待在我门下。师父，弟子明白妖魔可恨可憎，然而他们出外伤人，只是为了填饱肚子繁衍后代，和我们并无恶志。我们若不施与妖魔和平相处之道，光是一昧滥杀妖魔，这仇恨只会越结越深，永远也化解不开。哼，你倒是教训起我来了。弟子不敢，只是自从出这趟门以来，弟子便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，岂能想出两全其美之解决方法。哼，人魔相争，始于太古，至今仍争斗未息，千年来多少前圣先贤解决不了的问题，凭你就想得出来？弟子愚昧无知，妄自主张，还望师父息怒。师父，罢了，我天玄门之众没有同情妖魔之人，那你这种人待在本门，只会让同道门贻笑大方。你已不是天玄门的人了，这20年来养育和教导的功夫，就当作是我瞎了眼罢了。师父，你此言。回到天元峰之后，你就收拾自己的东西下山吧。我话说了就算，你不必再来多说求情。师父，弟子，你已不是天玄门的弟子，今后要不要庇护妖魔是你的事情，但撞在我手里，刚才这些孽种就是你的榜样。师父，哎，莫名其妙就被逐出师门。小师妹，送到这里就行了。要是师父知道这件事，回头定会把你痛骂一顿。人家才不在乎呢，都是爹自己莫名其妙，不分由说的就要把大师兄赶出门，也不是人劝。爹也不想想，除了大师兄你这个高徒以外，我们天玄门还有什么成才的弟子？这回出门，师弟们何以伤亡惨重？他应该心知肚明才是。小师妹，师父行事自有他的考量，都怪我平日喜欢妄发言语，才会这般自作自受。别说了，大师兄，你就当这回是出趟远门游山玩水，我一定会想办法劝爹收回成命。小师妹，多谢你了。大师兄以后没办法照顾你时，本念诸多事物，你可以帮师父打点打点。好的，大师兄，你在外游历可不要跑太远哦。一有好消息，我就会请师弟们去通知你。可别玩昏头哦。嗯，我知道了。天色也不早，大师兄你快下山吧。我不回去的话，只怕爹也要起疑心了。那掌门就在此别过了。小师妹，你多保重。大师兄，你也多保重。那我走咯。自幼在天元峰长大，却忽然间被逐出门墙，叫我一时之间何去何从。天下之大，何处是我容身之处呢？
这里的话，我来看看啊。这边有什么道具可以讲啊？你们先跟每个人对话看看。然后这边主线剧情是客栈啊，客栈进去应该就是进主线的吧？记得。哦，进茶馆就进主线，所以我们先不要进茶馆。买道具吗？这是哦，道具的用一个金创药。哦，买不起啊，现在就5块钱。我们先跟每个人对话，然后这局就可以结束了。以前玩第一关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师傅莫名其妙，就莫名其妙的把主角逐出师门了。不过后面其实会讲原因的，而且主角他说的话没有错啊，自古以来本来就是妖魔相争，我们要想办法解决之道。四象门的家伙，这很可怜啊，因为他们。夜吃虽然是他们是妖魔，可是他们还小啊，就这样被杀了，就很残忍啊。欸，这边不能买的话，哦，这里我们看一下这边武器有什么。长剑 OK， 买不起啊。下面呢？下面应该是药店的吧？欸，是药店。其实我后来玩游戏，不喜欢就是城镇太大，因为要逛很久，很累，然后收集的东西又多，所以像仙剑、轩辕剑后面的大城市，我就觉得哦，好累哦，没那么多时间探索。好了，我们这集先到这边好了。那就是希望大家会喜欢听理解这款录制的、啊。拜托，如果人数还是不够多，我可能更新的次数也不会这么频繁啊，好不好？各位支持一下、啊，录影片真的很累。大家不要以为我只是就是玩玩而已，我还是在玩啊，是啊，是还在玩，可是你还要花时间剪片上传啊，还要做封面啊。好了。喜欢影片的话，影片左上方图片按下订阅，右下角订阅按钮跟铃铛这个打开，像我更新影片，你就能收到通知哦。谢谢大家，谢谢收看，拜拜。